Why you say this is not beautiful? So cute. 拿不出来啊！我后来再找到网络上那个教会，我很喜欢，就是这个索菲亚大教堂。哇，跟我的理念很接近，就是它是有很容易接近人的。为什么画人群？就是你看它就是有那个在市中心，然后很多很容易有公园什么。那我就表达不出来啊。但是我后来看到这个教堂，可是这个漂亮啊。这个哪有漂亮？漂亮 no, it's very cute. Not only very cute. 后来我找到这个教堂，哎，跟我的理念很接近。No. 所以才把它表达出来。因为你说漂亮，but you don't know why it's 漂亮。那么小的话，这样子那个教会是很大。如果这样，对对，它是很大的教会，没有错。我是希望它是很大的，可是我就是表达。那你看我，那你看这个跟这个都。背色对不对？就是对呀、啊，就是有树啊，一定要有那种，而且也不会很丑啊。我觉得很丑。丑啊！那你还有用 ？This is very cute. 我表达不出来。For me, because 那还有钟哦，我就觉得要有钟很好。No, it's very 钟声的感觉很不一样。No, it's very cute. Please give it a 抱抱。This is bell. Yeah.对，它有那种庄严的感觉，因为有那个钟，有听到钟声就会有那种要祷告咯，要叫他祷告，提醒大家要祷告。No, this is very, very beautiful. 但是我就觉得有很多人他们可以来，因为这个教会很大，然后可是又要接近树，就是有那种自然的感觉，不要说太死，就让人家觉得还是可以接近到大自然，所以我把它画成，可是我又不知道怎么表达。No. 可是我觉得这个教会我蛮喜欢的，因为它是有很多的树，然后它其实是很旁边都有很多广场，还有人。Very good. Please give her this. No, I will explain. Very beautiful. 谢谢。